不是，夏子，你跟我说说心里话，就一个人跟你相处的时候，怎么能不被骗？你他妈也太能骗了吧！啊，你说你骗完我，骗罗小雨，你就这水是提住你，就是提住你。我想哭。哎呀，咋的了，乖？我这次跟前川次郎是真的完了，我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玉美。不能！据我观察哈，那个日本小丫头那个面相是很憨厚的，早晚从日本回来找你，跟你结婚，生一堆孩子，你挨个教他们骗术，将来全是一群小骗子出来，那都。你信你说的话吗？恨战争，我恨所有放弃战争的人。哎呀，别了。你要掐死我，战争能停呢？你掐死我也行。哎，对不起。这可是租金的啊！你要不信，可以张嘴咬咬，不丢人。其余的呢？老规矩，一手金条，一手货。晚上码头交货，不行，货太多，我们拿不走。那你说什么地方？奴らを探しに行け。哎，你晃悠什么呢？你赶紧吃饭来，天塌下来。不知道这龙小雨这亲子拿着没有啊？哎，画地主那小条我可给他了啊。骗子说，等两个时辰之后就去，别晚了。担心呐，我担心他又到时候再自我感动，把金子再给我上交了。上交不了，没金子换不了开花呗。哎，来了，金子来了，快，这么慢呢？我去，累死我了。你要能被金子累死，也是你的造化。我刚才看到红律师出去了，你们说好了在哪儿交换了吗？说好了，在哪儿啊？怡红院呢？啊啊！那地儿不能随便进，就是因为不能随便进，所以它才安全。文章说的有道理，是不是？爷，太势利了吧！现在就文章的了。木有啊！哎，那他妈酸死我！你还叫秃子了？行，哎，二位先在这儿等着，好吧？我到玉红院那儿去，先看看那边什么情况，好吧？好，哎。你看，你一副正人君子样，你能到那地方出了啥呀？
这事儿还得我办，不能让他都把功劳占了。我去智斗老鸨子。他其实就是想去，让摸摸。去去去去去，我摸摸，行不行？我得去。嗯。你未必是我对手啊！喂，这狗汉奸，卖国贼！哎，你可别说我是卖国贼啊，说我是海盗、我秃子、小混蛋都行。那你一天总跟日本人混一起干什么？那他妈进青楼的就进去啊！我说你油秃子，大名鼎鼎的海盗世家，不能够做出那样的事儿。哎，这还说了句正经话。那你到底想做啥呀？我做大事呗，哥这种人小事能做吗？那需要我帮忙吗？那倒不用。等哥做成了，你拍拍孩子就行了啊！别捣乱啊！看，马上就要开始了，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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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告诉你，我等的就是他。嗯，小精神片。行為はい、そこだと思う。小島君、君はもうやらなくていい。君には やってほしい仕事が山ほどあるんだ。残りのことは半身分身やらせ、残りは私がやろう。はい。天哪天哪。嗯、罗小雨跟你说他干嘛去了吗？没有。不是，我这左眼皮怎么老跳？是不是要出事儿啊？我跟你说，你可别跟我的装呀、啊，那不说明真要出事了吗？现在只能以必死的决心进行。走。你女人没了，你必死了，那我的向来还等着我呢，我必死个屁呀、啊、我。是是是。干干干，最近石川と根面の官庁事件で上海方面の新国役人は我々の特務員狩りに出ている。そちらの仕事を一段落してフランス船に乗ってできるだけ早く帰国せよ。行く行為に行って裏切り者を消すんだ。諸君聞いてくれ。皆と過ごす最後の夜だ。日本から連絡が入った。私は緊急任務、フランス郵船に乗って日本に戻る。諸君は私の誇りだ。今の日本があるのは君たちのような侍がいるからだ。いいか、皆のことだ。分かっていると思う。私たちは日本の明日のために奔走している。私は本当に君たちに心からお礼を言いたい。ありがとう。明日の日本のために一緒に頑張ろう。服务态度是有进步啊，那也不至于把自己当丫鬟使是吧？哎呀，哎呦，瞧您说的，做我们这行的呀，那叫看人下菜碟儿，得有眼力劲儿。我们呀，跟谁都不可能去较劲儿，我们搞的是诗歌艺术。讲究的是情调。再说了，这一回生二回熟，这叫不打不相识嘛。说完了吗？
啊，说完了。喝一下啊。啊。啊，好好好好。人呢，就得修理，人不修理葛啾啾。我就告诉他呀，别以为自己是玩江湖的，要说玩江湖，还有比他们玩的大的多的。就是你会玩，说你自己的呗。怎么能是说我自己呢？皇上，朝廷那才是真正的江湖，皇上那才是真正的江湖老大。那我这玩海的得多大呀？你那海，你那海都是皇上的，江河湖海统称江湖。哎，我问你，有谁敢跟皇上玩江湖？你敢吗？敢吗？我是谁呀？啊，啊，胡力士，胡千总，我是军官啊，我是皇上的人。哎呀，现在中日正式开战了，啊，我随时可以用叛国罪，我立刻法办了他们。嗯，是，玩江湖都玩糊了。言归正传吧，金子我们已经带来了，我们要的东西呢？在啊。もう少し待つぞ。前川さんが埠頭に到着してから動く。そうすれば向こうも問題ないはずだ。はい。君はもう家に着いてるだろうか。君と過ごしたこの家を僕も離れるよ。あが。金子呢？龙江雨还没来呢。对啊，为什么？你们他妈耍我！没事，这看大手一动，就把我关了。知道自己走私军火该当何罪吗？那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还有他们俩呢。哟，你还挺会抵赖呀。我告诉你，整件事情都是在军门精心安排的情况下进行的。要没有他们二位，你怎么可能会露出马脚？
我告诉你吧，现在另外一队人马已经去捉拿前川次郎了。油秃子李文章，祥宇，你耍我是不是？拿朋友当诱饵是可耻的。要没有我带海军陆战队来，你们俩横竖都是一个死。死什么死啊？我这安排好好的，一货都咽了呀。别着急，别着急，出卖靠朋友嘛，多仗义啊人家。对，他就是你的朋友。你以为你们两个狐狸是能让你们好好活着？狐狸是，你现在可不好报。有木有？李文章，给我拿下！是。哎，别动，别动，别动！慢着，他们二位是我北洋水师的人，我现在奉军门的命令，全权处理此事。你们可以回去了。可是我们也有命令在身。命令个屁！废话！再说废话，枪毙了你们！打他们！哎哎哎！走，滚！撤。狐狸士，狐狸士还来这手啊？哎呀，挺聪明啊！做生意吧，做生意吗？防着点儿。刘大毛，牵着四郎跑了。大队长，快停下！别以为你们两个身在江湖就对江湖非常明白，人家狐狸氏早就已经做好准备了，就准备着拿好了银子之后，就反过来诬告你们走私军火，然后自己再亲自督办，值此再离宫，明白吗？这他那个熊样，谁会相信他呀？对啊，相信他的人总比相信你们二位的人多。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叫江湖险恶。啊，对了。那个狐狸氏这个人呢？放出来了。为什么呀？狐狸氏走私的这批军火，其实就是那个张胖子以前自己私自留下来的，是各舰依次从德国带回来的备用弹，所以这张胖子，自然也就来替狐狸氏做担保，上上下下，当然也就替他说话。他们说这狐狸氏也是亲自来追查这帮走私通匪的人。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场误会而已。所以，你们和狐狸氏各打五十大板。但是，因为顺便发现而且消灭了一帮日本的情报人员，这样好了，他们也有了交代，皆大欢喜。龙翔宇，我就问你一句话，这世上还有没有是非这两个字了？我们哥俩命都差点没搭上去。行了。积习难返，洁身自好，做好自己做人的原则就是了。行行，我这个人做人有原则啊，我做人原则就是绝不吃亏。片子，草那根今天我看见了啊。什么金条？说正事儿，说正事儿他也解决不了，把金条给我拿出来。这个潘建大人。这些开发弹是我等当年从德国进口战舰时候带回来的备用弹，真没想到居然有人把它转移出去进行倒卖，又被查封了。那些炮弹呢，在哪儿？禀告大人，刚刚入库。真没想到我北洋水师如此严格的纪律约束之下，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真是防不胜防啊！启禀军门，二等生火头目龙翔宇在门外等候多时，请求接见。还不快滚进来啊！参见军门，二等生火头目龙翔宇携带三枚西洋开发弹前来进献。犯小错误立大功，好像是稍有所得呀！啊！龙翔宇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做到大智若愚啊？属下谨记军门教诲，克己复礼，不
不在狂。快说吧，找我什么事啊？君门，属下不明白，您为什么就不认真查办胡力士？像胡力士和张胖子这样的人，您就能够容忍他们这么逍遥法外、胡作非为？你是这么认为的？不仅属下是这么认为，所有的人都是这么认为。你知道什么叫难得糊涂吗？属下明白什么是难得糊涂，但是属下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难得糊涂，应该有些事情也是明明白白。小雨啊，你的直率和耿直我都很喜欢，但是现在大战在即，我已经没有精力和时间去跟那些糊涂自私的人内耗了。我们北洋水师就像一个老弱的病人，需要抓紧时间让他康复起来。可是我渐渐地发现已经没有时间了。回禀君门，龙翔宇生是定远舰的人，死是定远舰的鬼，我愿与定远舰共存亡。你记着，定远舰不会亡，北洋水师不会亡，他们永远都会存在着。教官，前川です。前川君、フランスの船員がかくまってくれたので、中国人の検査をかわしたそうだね。でないと石川と同じ説を踏みます。長官、今回の件はどうもすいませんでした。いや、機関のおかげで北洋水師の船尾状況を把握した。我々はもう断定できる、敵はもう壮年ではない、衰弱して体力の弱い衰えた老人だ。我が連合艦隊には勝利への絶対的自信があ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引き続き努力します。軍艦に乗りたいか、海軍陸戦隊の士官として。大変光栄です。よろしい、機関の松島へ行こう。君を連れて北洋艦隊を叩いてやろう。はい。ヒロミ、艦隊勤務になった。明日の日本のために頑張っているよ。どうか許してくれ。分かってくれるよね。完全就是石灰加上小石子儿。来来，朱曼，干什么呢你？啊，我是搞技术的，跟你们不一样。我跟你说，锅炉水管水垢太多了，压力不够，导热也不好，将来这个航速肯定上不去，你们就看着吧。
张总办，您近来续给定远舰的煤炭，仍然是散碎的劣质煤。我相信，阁下肯定不知道这样的情况，还望阁下尽心尽责，多多过问。如果下次再有如此的情况，我将退回所有的劣质煤。为了大事。 接到平壤电视超部10万火急的加急电报，说朝鲜咸镜岛，老百姓为我军所求之粮被日军全部掠夺，现在五路大军所剩的存粮仅供数日之时，情况紧急。嗯，看来我们北洋舰队出航只在数日之内了。军们，可我们的准备尚未完成。 相差甚远呀，哪能怪谁呀？大清的衙门就是如此，拖沓懒散，人负一世，商人唯利是图，不讲诚信。难道我们还能要求人家日本人等我们准备好了再来进犯啊？我们自己不争气，哪能怪人家？哼！你看看这历朝历代，为何国弱之时多出壮士，不出不行啊？ 到了那个时候，只有靠这样忠勇卫国的猛士了。哼，军们，你也别太伤感。也许上一次的丰岛之战就是一次意外。据英国人说，当时日本发射的炮火很多都击不中目标。这日本海军也只是纸老虎，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威猛。我们不能把我们的胜利。 寄托在别人的失误上啊，乃是自欺欺人。传我的令下去，从今天开始改善伙食，人人加餐。另外，水师营的戏台连演3天大戏，让大家再放松快乐一下。好啊，那戏种呢？军中将官以福建人为多，士兵以胶东人为主。当然是以士兵为主了，就唱京剧。 岳母刺字。
大家都不看了，都不看你了。别哭了，不哭了啊！怎么了？是不是当初老娘也在你后背刺字，让你进入保国来着？是不是？我娘临死时候就握着我的手说：“孩子，别跟海盗这些小妈们了，人家让我卖官，卖个大点的官，好挣大钱。”你看我现在这多不孝啊！我就跟姓楼的干个姓楼了，这买个屁官，这命都快没了！老了，龙日本的大炮已经是液压碳簧装置的附近机了，比我们的笨重上下炮架的结构好得多。那它的优势在哪儿？优势就是他们的炮管可以自动伸缩，复位填装的时间会短一点，每一分钟可以发射4到5个弹头，密集射击都行。Mark，你说咱们北洋水师为什么就不能更换像这么新型的武器？很好的问题。It's like when you put bad coal into a good boiler. 上面不让啊，我们丁俊门 ，he's not suited to this kind of bootlicking lifestyle. And the powers that be don't favor that. 我发现在这里，上面的泡泡太多，我替他憋气啊。Mark。You're a Chinese expert. 我在这里8年了，怎么可能不明白呢？你为什么会来到北洋水师舰队？到这里来的人有两种，一种像郑元健的马继芬，他只想成就他军人的梦想。我是为了孩子，所以我多给他们赚钱。我是职业军人，我会打仗，尽职尽责。你放心好了，龙，我不会让你失望。Thank you。1894年9月14日，平壤城被日军攻克。少佐さん、軍は占領しました。それは良かった。少佐、ご紹介願います。分かった。李中堂鉴于朝鲜战争的紧迫形势，点调明军统领刘胜修部4000人由大连湾进赴东沟，面丁汝昌提督，预备全军护送。16日夜准时启程。中堂把镇守旅顺和威海的淮军精锐都调到了朝鲜，这一带的陆路防御就很薄弱了。中堂肯定是认为，目前这些地方还不是日军攻击的对象，而朝鲜形势危急。所以就如此吧。为了朝鲜，我们付出的太多了。我想，还是应该防患于未然呢。
这是要出征了。英军们在拜殿龙王爷。哎，那我们应该拜一拜啊。得一级一级来啊。你还当过海盗头子呢？这我当老大那时候，我什么都跟兄弟们一起，我平易人。那快了，我们也去了吧。哎，快，快好了，快。在祈祷什么呢？缺心眼儿啊！这时候能祈祷啥？把嘴闭上。之辽阔，我等尽享了浩荡的皇恩和百姓的恩宠，现在是到了我等上报国恩下报百姓的时候了。马尾的英烈也在看着我们，我相信你们一定会用你们自己的行动来告诉人们，我们北洋水师的健儿都是一群什么样的人。いつも連れてくのか。これは戦の神で幸運の神です。前川君、出航時はいつも連れているんだ。幸運をもたらすと言われている。諸君、我が日本連合艦隊は艦船30隻ぐらいあるが、北洋艦隊は8隻だけだ。大本営は仏戦争艦船経験のある陸軍大将大山洋を陸軍総司令官に定めた。特別編成した第二軍を引き旅順を攻撃、我が方を側面から支援するためだ。沿岸方を攻撃し潰し、連合艦隊の障害を取り除く。北洋艦隊を全滅、異界営を占領、次なる戦い、つまりロシアとの戦いの基礎を作る。諸君、これが開戦前の最後の会議。これからもう時間はなくなる。諸君、頼むぞ。